辽宁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身高两米二十六的小巨人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赛场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。虽然姚明已经退役了，但也经常出现在大家视野，当然还包括他一些比赛时候酒态百出的照片，这些大概是姚明最想杀掉的照片了吧。据说姚明的酒量很不好，喝多一点就脸红，并且话很多。姚明在 NBA 只打了短短的九个赛季，就因为伤病的原因早早退役了，退役后严重发胖的身材有点惨不忍睹了。想知道姚明的速度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当年训练场上几条狼狗撵着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钱。变形金刚姚明奇迹，看着海拔高达226公分的巨人吐舌头装嫩的模样，麦迪被逗乐了，居然遭遇到如此方式的性骚扰，也难怪姚明惊讶的目瞪口呆。姚明曾修炼过太极拳，如今他更改了项目，又练上大名鼎鼎的蛤蟆功。电影功夫里面火云邪神的开家本领霍华德。嗨哥们别着急，慢慢来吗？听说便秘的都这样，扣篮就本分扣篮，为嘛要翻白眼？姚明这不是白酷，我的左眼看到鬼，这是干嘛呢？谁知道最佳答案之一才五块钱，我赚大发了。设计台词布拉德米勒，你小子敢跟我横，现在还不是给我当马仔。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这段被一幕要是被叶绿看到，跳进黄河也清洗不漏。闭气功一旦爆发，你们这些虾兵蟹将谁也招架不住，识相的赶紧闪开，有人敢不给我传球也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毕竟篮球是五个人的。震慑于姚明硬气功的威力，连天王老子都不怕的科比都得仰视加叹服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心怀鬼胎？我的一儿的笑笑过之后回家跪搓衣板，这降龙十八掌抽在脸上真 PM 不是滋味啊。哥们面子面子工程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好歹留点面子吧，一个字囧。姚明的表情就是这个象形文字囧，您瞧瞧相似度有多高。火箭22连胜中后10连胜，姚明是看客，火箭同湖人死磕，姚明又成看客。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是我是我还是我？谁这么不识相啊，让新娘子叶丽如此出糗。姚明的愠怒仿佛无济于事。